这个是我在青池区找到的，我听说你要把它送给我当礼物。他赶不上你的手还给我了。你是俘虏，你和锦雀都俘虏。岳夫人怎么来了？新娘子抛头露面可不吉利。你还恨我吗？岳夫人此话从何讲起？别忘了，你是英哥，是我的好姐姐，我从小是靠你养活大的，你跟侯爷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姐姐和侯爷天长地久，白头偕老。喝杯茶歇歇吧。平侯求见。哦，那就请他进来吧。
有请平侯。见过大王。啊，何事？有些行李上的事想与大王商量一下。好，坐。大王！哎，大王！大王，快去看看少夫人吧，她突然间头痛欲裂，看着实在不好。怎么回事？奴婢也不知道。夫人，怎么回事？锦雀，你怎么了？进去干什么？李慧芝，这侯爷和尚夫人独处一室，这不合规矩啊。这人都是从他府上送过来的，还有什么合不合规矩的？好些了吗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我刚刚为你治疗完。尚夫人，何出此言？我知道，就是你搞的鬼。不。这可不能怪我。这些都是你造成的。怎么，忘了吗？这些都是因为你违背了誓言求。陆逊，你到底想要怎样？自从你将我送入王宫那天起，我们就两清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？你为什么要让我如此难过？你知道，看你这样子，我有多心疼。我舍不得看你这么难受，更舍不得和你分开。你说，这如何是好？你到底要怎样？不怎样。
我只希望你还向着平侯府，你的心里有我，你能做到的。唐昊，千万别伤着身子。侯爷，大王让我来问问怎么样了，夫人要紧吗？请大王放心，尚夫人并无大碍，只是救急罢了。啊，谢谢侯爷了。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，当心救急再次发作。侯爷真是神医呀，我们尚夫人的病好多了。见过大王。查出来了吗？是。是。说。尚夫人发病果然事出有因，国医们都没有查出尚夫人的身体有任何异常，而尚夫人却异常难受。那怎么回事？跟噬炎球有关。现在还有人在用呢，那也就是说还有人在训练影子杀手了。大王身边的这个尚夫人就是荣寻的影子杀手，上次的事情是他不愿意遵从平侯的意愿，才会被噬炎球所控制，所以他会如此痛苦。这种秘术非常可怕，被控制的人会身不由己，何况尚夫人又在大王身边，非常危险，大王要考虑一下，必须远离尚夫人，她可是荣寻的人呐。我不会让她离开我的，她那天能违背荣寻的意志，不仅身心要忍受痛苦煎熬，还要冒着被我识破就会杀头的危险。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心里所想，从那时起我知道他已经不是荣寻的人了。大王，您想怎样？要解除噬炎球的控制，就必须要荣寻交出噬炎球，解除他和雀儿的契约关系，而这一点他是绝对不会干的。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。大王，您想以荣氏特有的移魂功来消解噬炎球的能量？哎呀，这万万使不得呀，移魂功是荣氏特有的保护自身的功力，一旦破损，自身平衡尽失，自我保护能力会大大减弱，而且听说会伤及江山稳固。我知道，但从雀儿反抗荣寻那一天起，我就决定帮他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大王，不要说了，下去吧。侯爷果然练出了幻音，有了他，不管是谁，他的生死大权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。虽然传说有人练出过幻音，但还没有人真正的用过他。侯爷，您不会真的打算这样做吧？容源深不可测，心思缜密，他好像已经察觉出了什么，如果我们再不动手，很可能我们就一败涂地了。
夫人，大王来了吗？我找殿前侍卫问过了，只说国事繁忙，这会儿还在忙呢。哼，国事繁忙，只是过来吃个饭也没有时间吗？我去看看。来找我呀。找不到吧？什么国事繁忙？啊、来啊！直臣鲁莽，请红玉夫人见谅。来呀、啊！哎，来找我！哎，找不到！哎呦，不好了！真乖。好了，西河自己去踢毽子吧。啊，去吧去吧。少娘娘，我去那边玩了。难得西河这么喜欢你，这个孩子上年幼，生母早逝，我早就想在各宫中给他选个娘，认了做公主的母后，将来好抚养他长大成人。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了，只有你是最合适的。做公主的母后，大王的意思，日后你就是公主的娘，你就是我的正夫人了。平侯来了，大王。多谢大王。哎，又叫大王。多谢夫君，夫君对锦雀如此疼爱，不管是不是正夫人，锦雀都愿意生死相随。大王夫人如此相亲相爱，是我郑国子民的福泽，贺喜大王，贺喜夫人。这不正是平侯和百姓想看到的吗？夫人所言极是。我要带西河回去睡午觉了。好，你去吧。正午日头正毒，夫君也早些回去吧。知道。平侯，你随我来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你去调查。是。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正在使用我们荣家已经被禁用的秘术，用誓言捆绑人心？竟然有这等事，那岂不是犯了大忌啊？没错，我们荣氏家族的人都知道此秘术的要害。正所谓有得必有失，得到的同时双方都将付出代价的，这种秘术也是如此。虽然它可以控制住人心，但是它同样也会侵蚀人心。
让自己的欲望无穷无尽而得不到控制，最终迷失自己，最终也将会被这种反噬所报应。我荣氏的秘书岂能由外人乱用？微臣一定全力调查。不是不能让任何人使用，而是荣氏家族的人更不能用，因为明明知道他有害而还在使用，那就是罪加一等。即使即使荣轩，如今荣氏嫡亲就只剩你我二人，郑国的江山一直是由我们荣氏家族所掌管，祖上的功绩我不必言说，而现如今郑国能够在九州七国中有如此的地位，完全是靠祖上治国有方。你也看到了，虽然现在九州七国各相争霸，但是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觊觎我郑国的国土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我们郑国国强民安，国力雄厚。荣勋，我想只要你我叔侄二人齐心协力，定能够永保我荣氏江山。这一点你可知本王的用意吗？臣知，谨记大王教诲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爷，容我说句不该说的话。说吧。爷，您这么做是失主，就算登上了王位，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，会激起民愤的。民愤？愤什么？那个王位本来就是我的，是我的。爷，您变得太多了，我觉得害怕。怕什么？我怕您会变成另一个人。这会不会就是使用誓言捆绑术的后果？也许荣氏一族的秘术之所以被禁，确有道理啊。给我闭嘴！为了王位，为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已经付出了太多，我现在不能回头，我也回不了头了。何况我用郑国的国宝聚魂剑换了离火这样的神器，有了这样的神器，我就不相信我拿不回我想要的东西。那燕歌姑娘怎么办？是我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，即使我得不到，也不能属于他。咱们必须得出去了。是啊，越来越冷，估计冰都快到幻境里了。振儿，这聚魂剑原本是荣氏家族的东西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趟郑王府找荣元问个究竟。那你小心一点。这是什么？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做，你听我说。是掉脑袋的事啊！我们还能怎么办？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，因为我怀孕了。怀孕了？荣寻最近有什么动作没有？啊，还没有。这个荣寻聪明绝顶，有手段，有野心，就是走的是邪道路。
本王以仁德治天下，我不想用不仁的手段去对待他。那还得看平侯对大王的点拨是否明白。我一忍再忍，他一错再错，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是你的，大王现在还不知道，但迟早是要知道的呀。别，别着急啊！我想想怎么办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都想好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嘛。不，红玉不能这样啊！红玉，红玉，哎呀，现在只有这是唯一活命的办法了。你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红玉，我求求你了。拜见大王。我都快配掉了，正让他帮我找呢。掉就掉了吧，回头再让工匠给你打一副就是了。谢谢大王。去查一下这个卫兵的来历。是。大王，尚夫人觉得困倦，所以不来了。哦，好吧，就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吧。是。放心，我不是刺客，如果是的话刚才也不会救你。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你是谁？这个时候宁哥应该已经下手了，
如此一来，英哥后果堪忧啊。杀不了王，除了死，天下唯一能庇护他的人只有我。那要是不得手呢？那天下他唯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我这里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？我把他送进宫里，可不是为了看他们俩一起比翼双飞的。侯爷在吗？爷，我去看看。爷，不好了，夫人出事了。见过侯爷。夫人怎么样？夫人身上没什么病症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刚才夫人说了，夫人有个双生姊妹，应该就是这个原因，夫人才感应到了双生姊妹的病痛。真有这样的事吗？确实有一种双生姊妹的感应，只是大多都在幼时，没想到夫人到现在感应还如此强烈。有药可治吗？不用治，过一阵子就会好的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爷，姐姐是不是出事了？你告诉我，姐姐到底是不是出事了？没事，好好休息，很快就会好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对姐姐做了什么，但是我请你不要伤害她，我们已经很对不起她。不会，都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对他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后悔嫁给我了？我想问你，你后悔吗？你知道什么？在大婚那天，我知道你去找过姐姐。就算你不承认，但我知道你的心，我能感觉到，你爱的一直都是姐姐。在你心里，你根本就不爱进去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别多想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宫中有动静，胖子还没有来传报。他应该是被荣寻的誓言球催动，迷惑了心智，做出了一些违背自己意志的事情。是
试验球的法力在他体内，只有控制他的人才能解除。现在若是无法解除试验球的控制，他依然是一个杀人工具。你替我守卫书房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我要替他解除试验球的控制。郑王为何会如此信任我？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但是又什么都知道。郑王果然聪明过人。我知道我可以信任，我只是好奇，你是谁，从哪儿来？我来自现实，你们都是幻境中人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幻境。幻境，幻境中人，你是说我和我的郑国都是虚幻？那倒不是，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或许是虚幻，对郑王你来说那就是真实，这只是另外一个世界罢了。如果你们觉得真实的活着那就是现实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要给他自由。外面就交给你了。